今天我录YouTube， 很多人都不知道白羽是谁，写错字了，白色的白，羽毛的羽。对呀，去查一下就知道白羽是谁了，对吧？有近着评的，就有远着评的，对吧？所以去查一下就知道白羽是谁了。哦，就说这么多啊，要不然真的有人要拼命追杀我了啊，知道吧？这爸爸起名字的时候起的比较笨呢。对，一个什么近了评，一个什么远了评，羽毛上下评的我就不知道，好吧，就提示这么多啊，白色的白，羽毛的羽，自己去查吧啊，好，谢谢大家。